音樂可以係私人嘅日記，亦都可以係時代嘅記憶。城寨有樂，城寨係一個黑暗嘅世界，但係夜越暗，星月亮。我係施主，你睇緊嘅係城寨。 歡迎大家收睇下一節嘅解圍。係。咁啊，今日嘅題目就係呢個誒揀承包商嘅功能攻略係啊，講啲嘢真係真係好彩阿 b o n n 喺度幫手，即係我成日都冇咗啲思考嘅。嗱，誒頭先講咗棚架啦、外牆嘅嘢啦，主要啊，即係食屎食屎打咗。係啦，外牆啲未講晒嘅，但大家即係誒誒聽漏咗嘅，上場聽即係頭先有一個。 好嘅建議嘅，嗯、希望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咁、嗯、就誒揀、呃、時買商嘅時候咧，嗱你都誒即係呢啲頭先我頭先講嗰啲係幫大家睇佢嘅價錢係合理啦。係咁<是>，正如通常你會做啲咩咧？你會做啲喉管啊？嗯。誒誒咩內內牆油油嗰啲？係<是>、呃、其實呢啲好簡單嘅，你哋自己揾人報到價，你知道佢有冇呃你。係<是>。即係呢啲我覺得係係相對容易去處理嘅。嗯。咁啊誒、呃、特別要提一點啦。 系，<是>大家要数清楚自己个屋苑有几多道消防门啦、啊，系咪 <laughs>？喂，我真系唔系讲笑，<笑>我都忍唔住笑，所以我，我真系我真系见过，<laughs> 即系佢都唔怕俾人笑，即系换晒全等屋苑嘅消防门、嗯、啊！我哋廿层楼高，我同你换十只咁啊痴线，有冇可能得十只？即系即系乱咁嚟啲报价。 O.K. 有啲真係，真係啲違標不法之徒咧，就最興咧，嗯、就啲數量啊、價錢上邊咧，就就亂咁報。嗯、但係佢出嚟個價錢又同其他人相約嘅，咁、嗯、大家要小心啲啦。啲咁嘅情況係咪？咁即係誒呢啲呢啲就係、是呃、承辦商嗰啲嘅誒誒工作啦。嗯。咁當然啦，今日教大家揀承辦商噶嘛。係<是>。咁啊，梗有人問：，喂，啲手工啊，嗰啲點搞啊？係咪去佢做過啲盤度睇下？ 我谂唔系咯，都应该，因为因为通常佢都外判出去，外判咗出去俾人做，佢梗系大判，其实佢大判嚟啫嘛，佢、嗯、有二判又有三叉咁、嗯、样，咁其实整个过程就系、是、诶你拣成万商呢，诶同、嗯呃、我哋之前讲嗰几集一样啦，因为你都会面试噶嘛，嗯，你都其实要问一问呢，其实由边一啲嘅诶驻场嘅人员呢去到、嗯、去到跟进，嗯，咁如果。 佢響同你面試嘅時候，佢都未能夠落實究竟由邊一位同事去跟進你哋嗰個個案嘅話呢？咁、嗯、就真係窄少少啦，真係，係嘛<是>？即係我又唔能夠話佢一定唔好嘅，但係<是>即係我點知道到時跟嗰個係邊個咧？咁樣係咪？咁誒、嗯呃，所以如果有人跟嘅話呢，就最好啦，係咪？咁、嗯、你你可以感受一下喂，究竟嗰個人做嘢企唔企你啊？咁啊，因為一調翻轉嚟講噶嘛。嗯 佢喺面試嘅時候話俾你聽係佢嚟緊，結果結果唔係佢，你咬佢唔入噶嘛？係係咪？佢總之喺公司嚟簽約嘅啫嘛，所以好麻煩呢啲位，嗯、即係大家講我的信字。咁誒、呃，我我不過我真係見過喎、啊。啊點咧？有啲面試嘅時候啊，佢哋好間公司都差唔多，但係啊好中意某間公司嗰、那個嗰個,個 project manager，、嗯、啊覺得佢溝通得很好，佢都話係會嚟，跟住、嗯、到傾約嘅時候咧。 就開始唔係嗰個 P.M. 跟啦，跟住、嗯、個法團話：，喂，我哋重新重新揀過，有噶，有咁樣噶，嗯、你哋可以咁噶，係咪？咁所以呢、這個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呃呃、得得,得意啲嘅地方啦。咁喺揀承辦商嘅時候咧，咁啊、嗯、最緊要啦，誒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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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啲背景資料，嗰啲<是>背景資料唔係淨係單單講話嗰啲咩咩報紙有冇買過佢啊，有冇啲咩黑材料啊，或者邊啲有咩有見多加許信啊啲咁。 唔好諗呢啲住。首先睇清楚晒佢啲董事嘅結構，同埋呢，即係、呃、再三去就佢重要嘅董事呢嘅名單裏面呢，嗯、都喺網上面呢再搜尋一下。嗯，係睇啲咩呢？睇下佢有冇同其他即係嗰、那個那個董事係咪淨係喺一間裏面做董事？做董事嗱，嗯、當然我唔係話有個董事喺十間裏面做董事，嗰、嗯、間公司就唔得。我唔係咁講啊。嗯、因為你揾到。 嗰個人原來佢唔止響一個嘅公司度做咧，嗯、你係望下其他佢有份嘅公司有冇入標啊？嗯，OK，呢個叫圍標啊嘛，嗯、即系我十間公司，是是我十間公,公司我都入標，咁仲唔係圍標？即系、嗯、我好有信心去贏嘅時候，我落一個標就贏你噶啦嘛，系咪、嗯？咁即系呢個呢、這個係誒，即、呃、係、就是、大家大家越嚟越都係，但即係究竟佢。 有十間公公司係做董事，跟住如果十間公司都入標咁，唔一定犯法啦。呢、这個就留翻建委幫佢處理啦，係咪就唔係我哋一<的>一般市民能夠噏啦？嗯、不過問題就係即係形跡好可疑咯，係嘛、嗯？點解我得十五間入標有十間係你嘅公司係嘛？即係呢啲真係即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奇怪咯。咁、嗯、所以誒，呢、呃這個呢、這個係希望大家喺揀選嘅時候呢，係要諗一諗嘅。誒、呃，另外呢，要。 有有樣嘢咧，就之前我哋咪幾集都講過咧，嗰啲咩咩法律訴訟嘅記錄咁样嘅，嗯、承辦商有一個記錄咧，我都建議大家問清楚嘅。嗯，呃、就係嗰啲工商嘅記錄。嗯。有冇一啲工商係未斷尾嘅？嗯。嗱，即係我我嘅理解係咁啊嗯。即係如果佢有啲工商未處理好晒，嗯，我唔知道嗰件事會唔會變成訴訟。 唔知道会唔会变人索偿，唔知道到时佢间公司够唔够钱赔，系，OK，唔知，因为你话喂，工商唔系买劳保咁样，咁我唔知道系咪佢疏忽，有时保险都唔赔噶嘛，系嘛，咁所以如果有工商呢啲咧，其实咧，一般我见啲因殷实嘅承办商咧，都尽快斩缆断尾咗，即系处理咗，处理咗嘅，即系即系即系费事阻住自己搵生意啊嘛。 系，咪好煩噶呢啲嘢？嗯，咁所以你要問清楚咯，嗯、即係佢有冇啲咩工傷啊？誒、呃、誒，又或者啲誒勞工嘅索償啊，進、嗯、行緊啊？呢啲呢啲好緊要，嗯，因為誒、呃、一般如果呢啲真係證明到係工傷嘅咧，其實誒個、呃、老闆走唔甩㗎。如果嗰、那個、嗯呃、保險唔賠嘅話咧，嗯，咁佢走唔甩㗎，因為保險唔賠好多好多原因㗎嘛，嗯，係咪？咁我哋掌握唔到㗎嘛，嗯，咁所以呢、這個呢、這個大家大家要留意一下啦，係<是>。咁另外揀承辦商。 誒、呃，我覺得再要去講到嘅呢，就係、是、究竟誒、呃，你哋喺揀承辦商嘅時候，嗯、你嗱當然大家要睇價錢啦、啊，睇佢<的>相遇啦、啊，睇佢<的>有冇啲乜嘢不良嘅記錄啦、啊，嗯、包括頭先我講嗰啲法律訴訟記錄啦、啊，係嘛、嗯嗯？你覺得仲有啲咩要睇啊、嗯？哇，誒、呃，都係要了解個工程嘅，係<的>，即係佢對個工程嘅了解程度，係啊，OK。 即係你要真係要問，即係真係要考佢喎。嗱呢個就唔同顧問喎。顧問你見佢嘅時候，可能佢講下啲高大空嘅嘢，啊概念上係咁樣，我即係講下步驟啊，點樣做啊？考下佢有冇專業知識㗎嘛？即係顧問嗰陣時係咪考下夠唔夠 call 你係嘛？但係承辦商咧，佢嚟嗰啲係即係啲公司老闆啊，或者判頭啊，或者 PM。喂，你要考下佢，佢熟唔熟悉你嘅工程喎？係嘛？即係你問佢喂，你工程最難嘅，你認為最難、最難克服嘅係啲咩啊？咁樣。 啊！你有冇试过问嗰啲承办商呢啲问题啊？有嘅，佢哋都通常答咩啊？好有信心嘅，冇啊！你哋个工程冇难度啊！<laughs> 因为我所有都做过，你哋都系做啊外墙打索啊。即系好似我移开教育中心咁样咧，啲僆仔考完试翻嚟咧识唔识啊？识识晒一百分。诶，冇。诶，通常我问得好衰，我好衰教。你点问啊？我问佢识，即系一百分啊？识啊嘛，冇嘢唔识啊嘛。 系咪？即系满分出声呢？把啊！系啦，诶，系啦，阿阿 Sir，我走先。阿 s 我唔好烦我，我考完试你唔好问咁多嘢。咁喂，啲承建商就系咁嘅喎，系咪？即系你问佢，哎，冇难度，呢工程好一般啫嘛。隔篱嗰座楼我都咁做噶啦。系咯，都都系咁上下啦。即系咧嗱，即系我我我唔系话诶咁样答一定错嘅，可能佢真系好有料，佢真系觉得话假兴就熟啦。咁呢个就系家自己判断。不过咧，我我始终咧，我个人比较保守嘅。 即系如果嗰个工程人员或者嗰个人嚟同你发团做生意咧，佢认为你个工程一啲难度都冇，一啲戒心都冇咧，一啲警觉性都冇咧，咁系咁系咁系危险嘅，咁系危险嘅。OK，即系诶，我我举几个例子啊，嗰个工程会有出现咗问题嘅地方啦。嗱，当当教下啲承建商去面试啊，不过。 好,好，我哋听唔听？实 <laughs> 听啦！喂，我话俾你听，呢、這个节目好多人同我讲，嗯，啲反围标嘅人得闲就会听，嗯，围标嘅人系一定听，嗯嗯嗯嗯 狂 l o 啊嘛，系啊，魏其剧一定听抄低你条友仔，听下你冇乱噏嘢，系咪？即系即系一定系咁啊嘛。好，咁你同大家分享下点样面试啊？唔系，我唔系分享面试，我通常系有边个我觉得真系难嘅位咧。第一，系如果你个屋苑系有冷气机、石屎窗台嘅，嗯，而你系会做有石屎修补嘅，嗯，呢个系非常高难度嘅工程，嗯，非常高。我我有信心讲呢个出嚟，嗯。 因为我觉得冇一个承建商可以处理到嘅。嗯。佢難度喺咩咧？即、就、係、是、你幾時幾時拆個冷氣，同埋幾時同人裝翻？我都話經歷過最勁嗰啲。嗯、一年。一年 <laughs> 兩年都有㗎。兩年冇冷氣喎、啊，香港而家卅四度大佬點解啊？真係大件事是。係咪？好大件事㗎。所以即係誒呢呢啲呢啲係誒要跟進啦、啊。即係嗱。 呢个通常大家要嗱，即系、嗯、我讲完之后，我都话俾你听要攞个咩标准咧。嗯、第一，即、就、系、是、我都唔怕啲承建商抄我哋桥，你抄最、嗯嗯、得到,得到最好。嗯，亦都做得香港个合约里边，或者香港个报价里边咧，系要有个承诺嘅。嗯，拆咗人哋部烂机出嚟之后，几多日之内要装翻，否则要赔钱。嗯,嗯，OK，呢个系有个承诺噶。嗯，OK，即系同埋即系。 拆咗部冷气机，通常佢而家而家做下均真啲嘅。嗯。试一试你部冷气机，嗱正常，嗱我讲个正常嘅话，试一试冷气机着嘅，凉嘅，系嘛？熄咗佢。嗯。甩咗一电，拆咗佢。嗯。就摆翻喺你屋里边。嗯。O K，佢唔喺地方摆噶啦，摆翻喺屋里边。即系当然，你如果个屋企嗰啲嗰啲楼宇比较细，嗰啲好难讲啦吓。一般都喺屋里边。嗯。O、okay? K，然之后做好晒出面设施打装。嗯。就搵人帮我装好机，着翻佢。嗯。O K，咁就咁就 O K 噶啦。嗯。一般系咁。 咁呢、这個呢、这個程序，我我覺得合理時間呢？合理時間啊，嗯，一個月之內啦要，即系我唔敢話七日，嗯，其實如果真系認真做嘅，應該可以七日，嗯，但系因為你都知道有時屋苑佢好大，好大,大班人噶嘛，同埋、嗯、因為頭先都講個問題啦，佢判嘅啫嘛，冷氣機師傅佢可能請翻嚟請兩日，嗯，而嗰兩日嘅冷氣機師傅呢，就負責同我拆晒全屋苑嘅冷氣出嚟，嗯。 真係有個屋企，我見過真係咁噶。跟住然之後點呢？嗰、那個冷圾師傅就預咗用一個禮拜時間同我裝翻隻全屋院嘅冷圾機。嗯。因此呢，全屋院嘅石屎出台未做好呢，咁啊對唔住啦，全部嘅冷圾機都唔裝住、嗯。嗯。好慘噶！好慘噶！你啦，你想象下，你屋院如果有你嗰座樓有三百户，嗯，三百户通常即係有一千部冷圾機㗎。喎。 通常都有一、啊、千部烂机，你两 <laughs> 个仔树下两日两日装晒，由一数到一千咯，都多間大把时间大佬，系咪？嗯、即系所以我，我我我系觉得系佢有个应该有个城内分段做。嗯、当然啦，分段做，俾个 commit m e n t 你，话俾、嗯、你听我几耐之后装翻。咁、嗯、你话喂，咁冇乜难度，系冇乜难度啊，因为影响成本啫嘛。系<是>，系咪？肯俾钱咪得咯。嗯、即系你你计下，帮你甩部烂机装翻上去。 你自己話甩部奶機嚟，即係攞去洗，再裝翻上去，你要幾錢咧？你自己計，你自己計，係嘛？即係佢佢批發價值應該平啲嘅。係，因為佢唔摸你洗係咪？係咯<吧>，全部都。喂，講真啦，個拆咗嚟自己攞去洗啦，奶機點 <laughs> 會唔使啊？難得拆咗落嚟係咪？咁所以呢、這個呢、嗯、個大家、嗯、大家要要留意啦，係嘛？所以永遠都永遠都出現呢、這個呢、這個問題㗎，係嘛、嗯？即係、就是、拆咗部奶機，跟住人哋上咗屋企。 就問你，喂，你屋企你屋企有冇冷氣啊？有嘅冷氣，不過唔開得嘅，佢擺咗喺度，擺咗喺屋裏邊。我試過啦，我話俾你聽，我上林卓廷屋企咪咁咯。咦，佢佢佢屋企就係做大維修，要拆咗個冷氣，拆咗冷出嚟。嗯，夏天舊年就招呼我上屋企，幾熱啊！誒，得把同佢屋企人一齊，成家同佢成家一齊喺度共涼一把風扇。嗯，係嘛？ 咁即系即系即系呢、這個都係正常即系現象嚟嘅。咁、嗯、但係有啲好屋苑真係做得好嘅屋苑咧，就唔需要拆咁耐上嚟。嗱呢、嗯、個奶基部分係第一個，我覺得你要考下去排。嗯。OK，第一樣嘢。嗯。第二樣嘢咧就真係問翻誒嗰啲漏水情況啦。嗯。OK，即係佢有冇同你咧去做一啲試水？嗯。一般咧都會點樣試水咧？通常都。一般咪就係如果做外牆啦，外牆嗰啲，佢哋、啊、一定會、呃、用。 高压水枪去洗墙噶嘛？系啊，一般啦。系啦，一般啦。你见过？系啦。喂，嗱，你你讲洗墙啊嘛？系啊。诶，高压水箱洗墙啊嘛？系啊。合理。系啊。你合理到极点啦，系咪？系啊，最最一定要做。我屯门有个屋苑。点样咧？即系经典嘅经典。佢个工程咧，就净系做洗墙，净系做洗墙。O K。嗯。唔做石施修补。佢搭咗个棚，净系洗墙。就洗墙。 佢系攞我屋企冲凉嗰啲花洒度喷，系啊，跟住攞个海绵度执，我都唔知洗乜，洗埲墙咯，咪就系，即系即系喂，大佬啊喂，即系我我想象唔到洗墙同同冲凉系一样做法噶喎，咁你每日都系使紧，用洗墙嘅方法嚟嚟冲凉，将啲清洁剂攞个海海绵啫喎，都唔用刷啊嘛，跟住跟住诶诶攞个花洒，即系冇水，完全冇水压嘅。 淋落去，淋落去，同淋花差唔多。因为个个发团，所以俾人问到口哑嘛。问到点解唔揾高亚水嚟洗墙？因为佢就整咗个方案出嚟嚟洗墙。佢好、嗯，佢用紫皮石外墙嚟嘅。嗯，佢好惊揾高亚水咁扯咧，啲紫皮石甩啦。<了>其实佢成个工程系应该做，佢做咗几百万洗<哇>啊，净系洗墙。哇！系啊。 使唔使？當然啦，呢啲法團即係我有去處理過嘅。當然嗰啲法團成員已經唔存在啦，即係唔唔係再係法團啦。即係我哋，我哋唔係唔係阿何君尧嗰啲啲，即係殺無赦。即係佢只不過係即係冇再冇再冇再連任委員啫，係啦，連唔到啦，係啦，係咪？即係你冇可能啊嘛！你幾百萬走去洗紅牆，仲要揾啲咁嘅方法洗，個個望住嚇咁樣洗牆。 高壓水槍都冇知咁樣啊，所以嗱高壓水槍洗牆咧，大概就即係、嗯、根據嗰啲行家講啦，就話等於十號風球嘅風壓啲水落嚟咁樣，嗯、就可能有陣時候一般情況底下咧，見唔到滲水嘅情況咧，都可能喺高壓水槍肥嘅時候咧就會見到水、嗯、有水有嘅。咁啊呢啲情況咧、呃，你咪問下承建商咯，你問佢啊你點樣洗牆啊？佢、嗯、就咁答你啦。我揾高壓水槍洗，佢答完你啦。咁啊唔好呢個答案，我哋滿唔滿意啊？通常都唔會滿意。點解唔滿意？ 因為佢起碼講漏咗樣嘢啊嘛，<laughs> 如果真係一個揼得好嘅承建商呢，話俾聽，我,你嗯、我洗牆之前七日就通知你聽，嗰日記得閂窗。成日洗牆又用嗰啲咁樣嘅腐蝕性液體，幾、啊、多揦到人哋真皮梳化冇晒、嗯、啊？嗯，係嘛？即係你個承建商啊，醒唔醒目做呢樣嘢？因為你要醒目做啊嘛，呢啲咪就是考佢牌咯。 所以所以而家啲业主醒咗。喂，我系我唔怕，我讲俾成箱你答到冇问题。系啊<的>。佢结果啊，有冇做到？做出嚟嗰班做唔到啊，系咪？即系 <laughs> 我系讲俾你听，等啲业主嘅警觉。嗯嗯、喂，到时真系有洗墙呢样呢个家伙嘅时候咧，嗯、记得嗌佢派通告，<的>洗边面嘅墙，嗯、记得闩窗出门口。嗯嗯 系嘛？特別啲秋涼冬天咧，即係大家好中意揀啲秋涼嘅時間嚟到做維修噶嘛。咁啊覺得好咁啊咁開住嘅窗屋企透涼啊嘛，唔使開冷氣啊嘛。喂，去就洗牆。睇睇下電視有水入。係啊，哇！你唔好唔好諗住講少啊，三十樓洗牆啊，<laughs> 你下邊住八樓啊，你開嘅窗啊都入水入你屋㗎、嗯。嗯。O K，即係你哋一定要有呢、這個即係即係心理嘅準備。嗯。係嘛？呢、這個都係即係你哋可以考下承建商。 嚇、啊！喂，我哋啲洗場你點樣處理啦？係咪、嗯？嗱，誒、嗯，跟住落接落嚟咧，我講嗰個咧，嗯、就係最最得意嘅，亦都最多人最多業主討論嘅嘢位。嗯、但係我一路覺得好唔重要嘅。點解咧？但係啲但係點解啲業主咁關注嗰、那個、那個那個、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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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樣嘢大家識討論啊嘛。顏色頭先我講咯，先 <laughs> 我講嗰啲，頭先我講嗰啲，大家可能唔係好知啊嘛，想象唔到啊嘛。有兩樣嘢咧。 系好多業主參與討論嘅，嗯、搞到嗰件事呢，系結果呢，就即系即系即係討論唔到，攞唔、嗯、到結論嘅。咁<的>啊，第一呢，就係、是、外牆嘅色樣啦，係咪？你最多嗰個色樣嘅選擇，佢嗰個大廈幾多個啊？去到最撚尾上大會揀呢，都有六個。六個最多我個<唉>啊！我見過八十一個啊，係啊，我見過八十一個選擇，即係一個外牆色樣。 點樣遊遊法有八十一個選擇、嗯、因為好大鑊㗎，的<是>因為個個都有唔同意見啊嘛。大家又話我中意呢一個嘅色通，中意呢個色色系，<的>我我中意啲暖色系，又中意啲冷色系。淨係色系同埋你用幾多隻色啦？<的>有啲兩種嘅搭法，有啲三隻色嘅搭法。然後你三隻色嘅配搭咧，再要分開你係橫間啦、<你>直間。你,你有冇聽過啲咩麥玲玲啊、蘇雲峰嗰啲節目嘅？佢哋係咪有啲咩咩咩寒命人、熱命人咁樣啊？ 我我谂系，我听过个街坊话喂，我寒命人，我嗰度咧，因为我个命就偏寒嘅，我就要啲暖色嘅。我<暖>、哦、大佬啊，净系讲得你住咩？即系 <laughs> 我真系拗晒头，咁 <laughs> 你全部都寒命人，成栋大厦咁巧。 系咪？系即系冇可能嘅，但系、啊、即系冇即系即系，大家会咁样咯。系啊，咁我觉得真系呢个好奇怪。大系点解我提呢点出嚟咧？咁我喂咁关键成件商咩事啊？其实我想同大家讲咧，呢、這个外墙色引有啲咩颜色咧？你哋其实唔应该咧喺成件商度讨论噶。嗯，你哋喺顾问招标嘅时候就要讲清楚系要用咩颜色、咩色样，乜都定好晒，成、嗯、个设计定好晒佢。嗯，点解咧？ 因为承办商呢，佢哋一定有啲起护嘅。嗯，譬如有咗承办商建议你用啲深色啲嘅油嘅。嗯，点解？但系有时有瘦水冇咁外眼咯，<嘩>流水。我都话五海系一个老实嘅人，佢唔识谂蛊惑招。通常由外除油几一浸咯，有三浸咯，一底两面、啊，一底两面啊嘛，系咪？哦，由深色佢由少浸唔觉得呢？咪 <laughs> 咯。 我又真系，我有。系太老你真系，你真系，你真系太老实啦！嗱，即系，即系，即系你，你帮到多街坊，我知嘅。但系你，你咁样咧，你真系太老实啦！即系佢用心思咧，系有咁嘅谂法噶。嗯，佢油漏咗浸咧，你唔觉啊？嗯，悭翻悭翻啲人工啊，同埋悭翻啲料。料我唔知佢悭唔悭啦，但系总之佢悭咗人工啦，你。 即係又少一陣人工、啊，嗯、人工係最主要嘅錢嚟㗎嘛，有值幾多錢啫、啊？嗯，你一千蚊油油咗幾多,多面積？我人都好多面積，一千蚊一公工,工人又得幾多面積啊？係嘛、嗯？即係、這、呢個呢、這個大家要諗啊嘛，係咪、嗯？即係亦都有啲，亦都有啲咧。嗱，我我嗰日誒，我行過一等大廈，啊，我見到等大廈咧係五顏六色嘅，七彩嘅，七彩嘅。 嗯，即係佢係翻身嘅七彩嘅，咁、嗯、當然嗱，呢、這個好可能係嗰啲業主嘅起户嚟啦。嗯、但係我之前咧，你記得西環以前有等大廈咧，即係、嗯、自己拆咗啦，變咗地鐵站咧，我又係五顏六色嘅。嗰度<的>，我聽啲成萬商嘅講法就係佢唔知邊度揾到啲人哋用剩嘅油，就度度攞啲咁樣，就結果入到一格格唔同顏色啊嘛。 系啊，你唔記得嗰次一落到去，一落斜到底，你知我講邊我知道邊度。斜到底咁多好多格拆咗啦，一陣但睇唔到噶啦。佢佢全部在光面油、另面油，系每一楷係唔同顏色嘅。嗯，OK，仲要係深色嘅喎，深橙色、深綠色、深藍色、深紅色，嗰啲冇乜人用嘅油嚟，慳錢咯，慳錢咯，係嘛？即系即系你去到承辦商嗰度，佢可能有啲 preference 噶嘛。係。 咁你嘅，你最好就係喺嗰個時候頂啦。嗱，除咗嗰個外牆嘅飾面係呢種拗橋之外，嗯，仲、嗯、有邊個位係有種呢種拗橋咧？大堂翻身，大堂翻身咯、啊 <laughs> <尊>那個。我哋講過，我哋讲過好多次啦。<laughs> 你千祈唔好等個承建商喺度，嗯、先同佢討論個大堂個設計方案。佢梗係推薦你用一啲佢揾到好平嘅物料㗎。嗯，即係佢又好有良心嘅。 佢就推薦你用一啲佢揾到好平，但係出面街又覺得又值下錢嘅嘢。嗯，嗰啲可能佢對上幾個或者之前入咗好多貨，係<是>一啲一啲一啲團啲都有料，但你未必中意噶嘛。嗯，係咪<吧>？<是>你未必中意噶嘛？所以最緊要就係你要喺嗰個設計標書嘅時候已經定好晒啲方案啦嘛。而家、嗯啊、最近我哋好大爭議沙田嗰棟大廈，咪、啊、就係咁咯。 系咪？嗯、不过佢都未去揾承建商，都未，都系做佢嗰个方案啫。佢咪喺个方案度咪啫？兜兜转，嗱，我宁愿佢而家拗啊，系啊，系咪？喺顾问个层面度拗啊，你唔好去到请咗承建商人先拗喎，系啊，咁就好大煲。嘅。系啊，因为你大堂又装唔装冷气啊，用天然石人造石啊，都有得争论一段时间嘅、啊。系啊，其实嗱，我哋呢度咧解围咧解唔到俾你听咧，系天然石好啲啊，定人造石好啲<是>、啊 <laughs>？我嗱，我我坦白讲，我开咁多个会咧，嗯。 我聽嗱，即係我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下經驗。我聽到有啲顧問，有啲專業人士，係贊、嗯、到啲仿石呢天上有地下無。嗯，我都聽有啲顧問呢踩到啲仿石死嘅，就話要天然石先得嘅。係、嗯、，OK，我兩者都聽過。嗯，我又聽過有啲贊誒。呃 歐洲嘅磚咧係好嘅，嗯，有啲係贊日本嘅磚係好嘅，嗯，有啲贊大陸嘅磚係好嘅，嗯、不過贊大陸嘅磚係好啲，嗯、最主要得個原因就係平嘅，嗯，OK，咁即係咩都會有人講嘅，百花齊放嘅，咁所以呢，因為誒個、呃、顧問啊，佢唔係落手落腳去做，佢、嗯、都唔，佢都唔需要誒、呃、直接因為你揀啲乜而影響咗佢嗰個收入嘅，係、嗯，咁、嗯、喺個顧問嘅層面呢。 里边去到商量咗呢一啲嘅我哋叫做嗰啲、呃、設計方案呢。咁可佢哋已經可以呢就有呢個嘅好處，嗯、就唔使得我承建商佢自己內裏哦邊啲易做邊啲唔易做，邊啲平邊啲貴，邊啲我可以利潤高啲，邊利潤低啲就有個傾向性咁樣引導你去揀，係嘛、嗯嗯？我見過啲承品商價整啲設計圖出嚟，設計都係個樣。 你明明叫喂，我話咗唔用仿石噶咯喎，啊，做乜你今次又係仿石個設計圖俾我啊？啊，佢話唉，上次改流咗，不過你睇下都係好仿石，都幾好啊，咁樣係咁，你料仿石啊，有咁樣嘅事喎？呢個世界係嘛？即係佢，你明明買件婚紗，佢又嗰排啲白布好貴，黑布好平，佢硬係設計翻翻黑色嘅，啊，話咧黑色黑色都唔錯啊，黑色冇乜人着啊，特別啦，現代啊，即係傻噶啦，係咪先？即係。 所以嗱，今日誒呢集同大家講少講咗幾都皮毛嘅啫，係啊，好少都係講咗一啲誒即係揀成萬商嘅攻略啦。咁、嗯嗯、當然啦，你哋都會集咗價錢啦、相譽啦。頭頭先我哋講多咗少少咧啲技術嘅位嗰度，咁、嗯、大家咧可以技術層面上面啲問下佢哋、嗯呃，即係誒我坦白講啦，即係如果嗰啲成建商咁躲難，嗯、連我哋呢個節目都唔睇嘅話咧，嗯、其實頭先我哋問我哋建議大家問嘅問題咧，嗯、一定唔識答。 <是>一定係唔識答<是>，OK。咁當然啦，如果啲即係我我哋當然自己頭先、嗯、我哋講咗我哋建議問嘅問題嘅一百分之一都冇啊。嗯。所以頭先即係我我哋即係配備留翻啲，我哋即係去落到區去處理。<是> 係嘛？咁頭先大佬啲嘅，因為唔同嘅屋苑嘅處理都唔同問題。咁當然啦，你哋可以上翻我哋聯盟嘅 Facebook 啦，或者即係打去聯盟嘅思啦。就你問我哋，我哋會唱所欲言嘅，因為我哋唔想公開場合裏面咧就教識嗰啲即係即係圍標人士嚟圍你標係。咁啊，咁啊，要多謝伍海恩，啊，因為誒伍海恩會休息兩個月。係啊，小休暫別大家一陣。我我會揾其他拍檔嚟到。 誒誒、嗯呃呃，頂住你個位先嘅，好，好嘛，咁啊，兩個月後再見啊、呃，兩個月 <laughs> 有嘢你就啊，咁我就下一星期見，<laughs> 好，拜拜。 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讲得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